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冇见啦，又系我 Mandy 为你哋报天气噶。世界杯先啱啱结束啫，但新闻先正式开始噃，所以我哋 Red Girl 咧都会越着越深啊，咁样为你哋报天气噶。不如睇下呢个星期嘅天气报告先啦。星期一天阴有雨，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。星期二大雨，气温介乎喺27至32度。所以翻工嘅你哋记得带翻把遮啦。星期三多云。局部地区有雨，气温介乎喺27至32度。星期四都是多云的，局部地区都是有雨，气温介乎喺28至33度。而星期五多云，部分时间有阳光啦，气温介乎喺28至34度。星期六多云，气温介乎喺27至33度。星期日多云，局部地区都是有雨噶，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。睇嚟呢个星期咧都成日有雨啊，所以出街嘅你哋记得带翻把遮。不要走开，一阵就 Mandy 的天气小贴士。Mandy 的 summer 小贴士咧，就系夏日炎炎，好容易生暗疮。咁点样可以减少暗疮呢？我的小秘方咧，就系临瞓之前雪脂水喺雪柜，第二朝起身的时候咧，攞翻出嚟洗面用。咁樣就可以減少夏天出暗瘡嘅機會啦，仲可以減少面油添噶，令到成日都咁容光煥發噶，大家不妨試下喎。今期嘅 Red Girl 咧就到呢度啦，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Good.